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山东魏桥主场对阵上海中兴的第二盘比赛，是由山东魏桥队的严安对阵上海中兴队的许昕。其实刚才之前我们也是看了一下这个许昕啊，现在又成了这个乒乓球这个个人排名榜的这个首位。许昕是21胜4负，然后其次第二名呢是马龙是18胜2负。当然，其实我感觉到，其实21胜4负，许昕的这个出场次数肯定是要比马龙多。然后呢，当然是还有各个这个因素啊，当时这种算的来考虑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看呢，侧方面也是可以表明出来呢，其实许昕他的这个乒超联赛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是。还是很有实力。他现在说白了就仅次于马龙，就是咱们说他的个人成绩啊，包括和范振东啊，哎，你包括他这次出去打那个总决赛也是，也都是输给自己人。当然了呢，就是有些人，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许昕有这个质疑之声。因为呢，当时在这个奥运会团体赛的时候呢，许昕当时输给了这个水谷隼了，所以说呢。有些人呢也是对于这个质疑，当然你输给国内的运动员，大家都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感觉输给这个，就在这种决赛关键场次呢，输给这个外国这种运动员呢，然后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那场球实际上还是影响挺大的。对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徐熙打球还是很有特点，他就前面这个。包括短球的控制、上手啊，整个的哎，包括类型打法，人家又说左手直板嘛，对啊，相对来说来讲，都还是有他的优势，其实倒感觉，其实就是咱们这个队的严安，其实要和许昕来打的话，两个人谁就是更占据一定的这个优势呢？还是许昕，还是许昕还是优势，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严，如果他要是发挥好了，也不是说不可以战胜他，但是严安必须呢，就是一是要有超水平的发挥，二呢就是发挥要稳定。现在严安呢，他用我有时候和引导聊啊，引导说他的球是不错的，对他也有技术水准也是有肯定，是。但是呢，他说呢，他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。技术水准是一个方面，他有的时候就是和硬件一样，有硬件，但他有的时候软件上稍微差一点。你比如说在一些关键球的，特别关键的转折上，算的不细。没有想到，没有算到，就他这个软件上，还需要不断的去历练也好，或者说去不断的去悟这种打球。有的打球你就得悟出怎么去打好球，他现在技术都有。就是，在这个软件上啊，还需要再干什么？许昕呢？他我觉得还是，你像这种，他属于这几大主力之一嘛，也三大主力之一啊，就是参加奥运会啊，包括马龙也好，张继科也好，再就是许昕嘛。许昕对。他现在已经是跻身于这个主力阵容，所以说他这种整个的这个技术的那种完美程度也不一样，你看他这控制球啊，都快摆啊，然后许昕还是，我觉得还是，怎么他是从曹艳华学校出来的啊？他的老家呢是徐州。徐州。因为那个严森，你记得有那个和王励勤配双打那奥运会，现在他是国家队教练啊。他也是徐州人，我觉着啊，可能弄不好都是，我觉得很像。当然就是说呢，他比严森呢。单打的技术呢更厚，对，但是呢延伸比他凶，打球，他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，前边的速度啊，为什么有时候和水谷隼打上一次，当然这也不是说是他就是比水谷隼水平低了，但是他暴露一些问题，就是他的前面的一些技术上，就是相对来说啊，就杀手不够，杀手不够，再就是什么呢，退台太远。他现在退台有的时候打起来以后在中远台太多，在中继台少，所以有的时候来讲，你像这种外国选手以后，他有的时候来讲
还是怕中国人打球前三百啊，包括速度啊，他这个。对。你真正到了中远台以后，你就是再干什么，你包括欧洲的，那更中远台那更好了，对，其实许昕有时候这样打呢，其实可以。在中远台的这种发挥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许昕有些球他手感非常好啊，手感好，他手感非常好，但是呢这样打的话就失去了一定这种很多速度上的威胁，对，尤其是直板，你看你有直板你就看马杀手，他有的时候你像这种球就是中远台的球，还是偏慢啊，有点偏慢，当然有些东西可能也知道，但是就他你比如说我有的做不到，你看有的人退就我们打球这都知道，我想快，你想快你得有能力快啊，对，你快不起来你只能慢，你带不了近台你就你来不及你就自然他就往后退，是谁都想带近台，你看这个球这个他技术还是很细腻的，发球接发球的严谨性啊，包括前三板啊，这种组合能力非常强，因为他毕竟这个主力队员这些方面都不会差的，你像这种衔接技术上，是吧？对。你比如说短面长啊，下面上啊，防守转进攻，他这些技术上比普通的队员要好得多。这时候严是主动叫了一个暂停。我觉得严和这个许昕达有点太被动了，全施展不开。全是跟着许昕啊这个节奏走，当然可能就和齐指导刚才所说的一样，这个许昕前面控短，包括这个节奏上，全完全把它给控制住了。你空有一身武艺，你施展不出来那种感觉。让我们看看这个暂停完了之后，这严会做出怎样的变化呢？其实这个球许昕虽然没有打上，但是他已经算得很准了。对，这个球，这个球原来马林打这个球真神，就是打这种球就算这种球啊，都在等好了你，然后完了以后来讲就，确实是有的时候。但是说你这个算球很重要，这个预判能力。对。你看他这个质量非常高，在接发球上有一点，发了一侧上旋。你看他一发许昕拉这个球，你看远吧，远是不是啊？你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最少在两米半吧，差不多吧。你看就这个是吧？两米左右吧。对，这你看这个球都是下降点了，就这种球，是不是和许昕这个身高这个高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了？这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与这个什么就是我刚才说了。你有没有能力快？你有的时候能力，你看，咱打个比方，你还高过王励勤吗？对。你王励勤也那得讲1.88米呢。对。对吧？人家都能进，就是说你的技术，你的身体能力，你的身体能力，你能不能发动速度？对。好，这一会儿这个演员追的不错啊，5-6，是吧？其实我感觉，包括许昕他的这个反手横打这个技术，也没有当时王浩拉出来这种力量那么大。
就是说他现在的反手吧，他正手还是我觉得还是 比好于反手。他的现在这个反手，这个咱们说这个反面，嗯，他这个反面就是让人感觉吧哈，也算可以，但是就是说什么，就是不厚，那个实力不厚，对对对，哎，所以说你总是感觉真要是干什么时候还是有点，好像有点虚的那种感觉，哎，你看见对起反手了以后，但你看见王浩当时他的反手，他和横板就是好横板，横板那种好反手啊，他对起一点不相逢，对，哎，而且那个力度，那个整个的人感觉很能把控，哎，他这个呢就显，你看就是这种球上哈，就显得就是这个，哎，是哪个地方这就是好像控不住那种感觉，对。你包括咱们的薛飞也不错，对，哎，你薛飞他有些你看啊，他有时候打的场次虽然不多，原来主要打那个双打打的不错了啊，对，但他的反手你可以感觉非常固定，对，而且这叫手腕前臂这一块啊都非常固定，嗯，失误也是比较多，他这个，嗯，这个球他不该丢，这个球呢应该是许昕打球，基本上就是所以说，咱们就是说按部就班，对，按部就班，该掉的掉，哎，完了以后哎两来他就干什么，但他的技术比较细腻，嗯，你摆转啊，包括发球接发球的这种，哎，这种技术上他是比较细腻，但他技术质量一般，嗯，咱们说哎，特别是他过来以后哎，给你感觉突然性不够强，嗯。这个许昕还是位数比较多啊，对，就是特别是反手啊，手很多，也是刚打完总决赛回来以后，有没有？我就觉得也有这个，这人不能老在兴奋点上，老是感觉啊，老是感，因为这个球打得多漂亮，这是超一流的选手那个球打得真好，哇，这球漂亮！漂亮！这，你看这个徐昕，这个实际他有特别高的质量，就是他能够完全放开，对，不能都，这个就是没有加保险，直接就爆冲了，嗯，这两颗球确实漂亮。这时候许昕是采取了一个正手位的发球，嗯，还是我感觉哇，这个球拉出去太大了，怎么回事？这球没抓住板、啊、还是怎么的？这个球一下子就，你看出去多大一块？你看啊，你看这个球啊，你看这个球就感觉都突然变了，这个突然一下子，这冒这么高呢？对，没控制住板型。哇，这球漂亮。这球发了一个转不转，现在转不转发球很少见了。对。这发了一个转不转，这严判断失误。嗯，就在这些技术上，许昕还是，有很好的那个，你看这些技术很细。对。嗯。首先是由延安发球，
其实这个严想赢球，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把这个球打得简单化点，不要和许昕啊，就是过多的去在这个前三板还有这个短球上纠缠。对，你打这个，要不然三，感觉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，这样打这种球。不是，他是和这些主力比，还是技术的，咱们说技术的这个细腻程度，对，特别是许昕啊，嗯，许昕打球很细，他人家就扣这个，对，就是你比如说摆短啊、劈长啊、嗯、快摆快劈。发球呢，侧旋加转不转，然后完了又是一左手过来晃拉，近台有球，中远台有球，他这个确实不是一个档的，而且他打球很，还是延续了直板的一些特点，很抠球，很抠啊，抠得住。当然他那现在你说，咱们说就是输了那么水无水那一场球啊，嗯，那是我感觉就是。徐昕，再看徐昕打球以来，那是徐昕最紧张的一场球。嗯，徐昕，你记着没有？打奥运会的时候，他输给水谷隼以后，嗯，然后他又和张继科配双打。对，哇、哦，紧张的。对，那拉那球的时候都坐到地下了，那恨不得就直接就举过去拉过去就行。哇、哦，那个球我看了以后，我就心惊肉跳，对，就太就那天确实打得有点真，那是真紧了。你要打这种比赛以后，他那球扛下来了以后，那对徐昕整个的人呢是一个，就是等于说一个大的飞跃。你在他再打这种比赛的话，他就感觉完全放得开。对，那个球已经到了就是最紧，那不能比那个再紧张了。就是咱们看的人也是内行人看也是这样。是。所以说你现在你看，就是有的时候徐昕打这个球，刚才你看国沙的那几颗球。多漂亮的几颗球！他还是，我觉得还是要，要展现自己那个凶狠的一面。对。嗯。好，原来这一局。看看能不能咬下一局，现在还很有希望，7-3领先。你看他发这个转不转？嗯、现在就我看超级联赛里边啊，咱们看了很多场球了。嗯，对。真正说纯粹发转不转的队员很少。真的很少。你看大部分都是侧旋。他有的时候刚才你看发那转不转？发的。当然现在发转不转，现在球也大了，也不容易隐蔽了，相对就是发的人就是少之又少，所以这些传统的东西还需要，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传承的。对。嗯，好球啊，球好球。再咬一分，嗯。这一局严胜利在望了。对。嗯。但是今天感觉许昕的无谓失误，这两局来看确实多。是，他你看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啊，嗯、这是你一场一个大赛完了以后，这个总决赛完了以后，确实挺累的，尤其是直板，对，直板和横板啊，真的，因为他又是左手，完全左靠这个啊正手得分。他这个消耗体力也很大。嗯，看看这一局，确实这个直板运动员正常的他这个比赛这个跑，他这个训练包括比赛跑动距离啊，都要比横板运动员要高很多。要不现在打直板的还是少嘛？对，现在你看很少。嗯，为什么直板、啊？一个是累，这个来讲就是这种啊都打好的。但是也很难培养，作为教练来讲又培养起来，他这个技术整合这个培养方面，他这个花费的东西比横板还要稍微精密一点或者复杂一点。对。
对人的要求也高，对这个直板对人的要求啊，特别高，控球的能力啊，包括步伐的跑动啊，今天这个谁徐昕这个接发球好像是，总是觉着，这球不该要，应该是他的接发球应该是摆短劈长的，今天还是有些，有些问题。发着勾手发球，连吃了两个了。对。他还是站在正手位。不过这个勾手发球啊，上次咱俩说过，对右手的威胁就是挺大。3-3，严就死咬住他。今天真的，徐昕的状态很一般。对。真的是机会，你看今天位数很多，是啊，接发球你看，4-3，哇，好球，看吧，你看一个中远台能力了吧？对，你看吧，这球都快落到地板上了，然后哗捞起来了。你看这球啊，你看咱们看这个慢镜头啊，看一下，再来看了看了看很难板了，看了吧？这球这而且来讲，还拉到你正手位来了。对。哎，这好球，这，严这个接他这个发球啊，还是有一点憋得上。你看这个勾手发球站在正手位，这都是创新啊！原来的时候很，那以前的时候都基本上大家都站在侧身位。对。又一个，又一个勾手长球，严也是偷袭了许昕的反手。对，许昕的还是就这种球还是差一点，就这个防御，就人家拉他反手以后，他这个就这种防御呢，就这个质量很一般。这个角度够大的。对。但你发现没有，就你用这种角度的话，如果你比如说你打这种哈，你看你退得越远，这个角度越大。对。你们越往前赶，你就好一点。好，看一看严这个接发球怎么样？我估计还是站在正手位发勾手，现在一个人发了三轮了，好，哇、许昕拉过来的这个球，感觉他的弧线都非常高。他退得远了之后，但他拉的球弧线都很高。他这几下拉的，你看他有的时候许昕哈，有的时候他防守出不来，他就进攻的这几下哈，真能出来感觉。就你看他反手这个，就是你，就是抢你这个上旋球，发一短球，你上来一挑拨以后，或者拧了，这个球，这个反手这个力量非常集中。哦，这个球太凶了。还是接不好这个勾手球，说白了，对，还是有点心理上，还是对这个勾手球，你看这是等于说，徐昕发了八颗，四轮了，基本上都得分了，好球，这球严安就是看出来严安在这个近台的优势了，许昕退得远的，越退越远，而且你看了没？你看一步，你再看慢镜头。他越踢，看，基本上就快到的，这个球就基本上快到地板上了。对，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，
他和原来的王浩比啊什么的，他就这方面就稍微 对吧，王浩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中继台这个不动，打不动，他就两边都是干什么，他这个就退得越退越远，威胁就相对就减少。对，这时候上海队也是叫了一个暂停、嗯、因为现在比分来讲的话就差了一分啊，7-8。如果延安如果咬回来，下一分要赢了，8-8。对、啊、对吧，完了以后这徐昕啊还得发带勾手。对，徐昕现在他发了4轮了都得分了。对，这就等于说他两个，你拿发球赢两个，我拿发球赢两个。你看徐昕接他的发球也接不太好。对，哎，有时候也是丢一个东丢一个西丢一个的，反正今天状态也一般。嗯，好，现在延安发球。高球啊，这个球应该作为徐昕的话就不该丢啊。对，其实是作为主力层这种球丢了以后确实有点确实是有点疲劳。对啊，有点疲劳。这球来讲呢感觉看看延安的机会了啊。哇，延安的机会了，你看了吧，延安的机会了。刚才那个球这明显这反拉，你第一板他那个正手拉那边是明显的质量高。对，反拉他，看他还是发勾手，能弄不好是不是又发长球？前面发了2颗长球啊，看看啊，是不是还发长球？哦，短的，漂亮！哇、哦，这个球有点。很蔑视的拉球啊，这个球太漂亮了。哎，许昕拉来这个球质量已经非常高了。这球又看一下啊，这个球拉的这个球，一下根本没有商量。对，这直接全是一本过。哦，这个球发球出台了。对，嗯。所以说延安还是要从上个球的这个喜悦当中呢慢慢的冷静下来。对，有的时候人容易脑子又热，人家这后发了以后来讲就该收不住了。是，嗯，好球。许昕非要让延安赢，这种感觉。前面也是一个这个球，对吧？对，这8-7的时候就这个球吧。对，对吧？也是一个这样球。哎呀，我就说这个人有的时候有想，就是你像延安这球，真要是他要如果赢了徐昕的话，对他这个自信心上是一个巨大的对推动啊，是啊，对吧？就鼓舞啊，这一下本来啊，他最近啊，咱们说啊，虽然这个魏乔干什么，但他的表现，你比如说双打，他现在也打的也基本上很少了啊，对，因为人家雪飞上了嘛，对，两个林高远嘛，因为他刚开始还可以啊，就是我记得是一半胜，3胜3负，对，当时双打的，然后看后面的人就在双打上，人家让雪飞的，哎，一调一下，雪飞不出来了，对，那他现在在队伍发生的作用，他有的很尴尬的位置，尴尬是啊，对吧？如果他赢了这场球以后，哦，这人又感觉。包括教练对他的感觉也不一样了。对，当然今天说实在话，你看徐昕，是基本上就是来机会了。对，这是来机会了。哎，你平时你要在那风头浪尖上，徐昕要是状态好的时候，你真有点很难很难。今天来机会看看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。嗯，首先是由延安发球。哦。第五局呢是采取了7分制，对。但是你明显感觉刚才这个徐昕这个第一本的发动非常快，改完短以后一挑，刚才都有点发那个发愣。你看现在啊，看看啊，嗯，好球，哦，不错不错。那今天延安出状态了，嗯，
状态的机会了。看徐熙啊，还是发勾手，好球！小发球接的不错，对啊，给他一个慢拧拉，拧到他的反手位。这时候许昕很别扭，因为他习惯性一退台，哎呀，退台不太走，推的，他推的挺远，那球都掉地板上了，那球就拉过去，他有的时候质量也好像是，不过他有的时候可能步伐一动啊，是累了以后啊，他有的时候抢不到第一点以后，他就有的时候就只能往后退。对。所以他这个拉球这个点都晚，你发现没有？他的点都是等着这个球啊高点以后都有点下降的时候拉过去。实际上这个球是更难了啊，因为什么？你借不上力啊，你有时上升点或者是高点，他有的时候还能降点力，合上力，哇，好球！好，3-2交换场地，交换场地，延安暂时领先一分。他就发一个长球，现在我看也这个战术也活了，但是许昕我感觉他虽然有时候他拉下降期啊，这球拉过来的球，但是比平时这个球转，但是现在这个光转不行，你要这种球，你看他都是等一下，等一下那个球啊，这你看第一下弄得挺好，那个按说都往前迎上在前面，他再回来再。就这个点上，但是而且今天总体来感觉的话，许昕反手失误非常多，非常多。对，不管是从防还是自己主动发力，包括接发球，都是从反手。有点感觉力不从心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确实可能是刚打完比赛，影响比较大。哎呦，延安手紧了，你看了吗？这个球出手明显的，有想法啊。对，啊，我得想赢世界冠军啊，想赢奥运会冠军啊，你知道？对，这个球你看明显那个手啊。哎，不坚定了，再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。漂亮，这球漂亮！这个球太好，这腰太有劲儿了，这腰，这有点像平台鲁智深了，你看，倒拔垂柳的那个感觉。对，真好，这球，真好。关键严还是要。一定要稳住，不要多想，还是，好球，哇，别把徐昕的状态打出来，对，你打出来以后，他现在这前面几局都有点闷在那儿，他有时候这高手就这样，你把他的状态逼出来以后，他有的时候真就麻烦了，对，看一看啊，这一分太关键了。漂亮！这许昕这个球接的已经很快，接的很突然，质量很高了。对，许昕还是站在正手位发球，到了赛点了，有了，这个球。这个球往中间走走多好，非得拉在斜线。这个有点非常好的机会，有点像给马龙。马龙那个球，这马龙后边有后手，对，拉过去以后再不怕你过来，知道吗？太可惜了，赢到手的球，哎呀，着急的啥？哇！哎呦，好球！哇，这个球。我都替延安着急了，真想让他赢这个球。你看这个球没办法，这个球来讲的，两个人都没毛病，对吧？哎呦，第一个球就可惜了。这个球就你往中间走走，对，我拉不到正手去拉中间也行，正好拉他。哎呦，这球真坏了！我就说那得一下子把他的状态。一下子把人的那个兴奋点给逼出来了，对，本来有点迷，今天有点迷，说实在话，哎，可惜了，看看啊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，接好发球还有机会，好球，你看徐昕差点摔倒这个球，对，他今天真是一点劲儿都没有，我就感觉他浑身啊，真的拉过来之后啊。
你就说比赛，咱们说不用说干什么，你有体力充沛这一点他都做不到。对，你看拉这个球，这个脚下都没根儿。对，这他有点摔在那儿去，离心力太大。对，人还是有机会。有机会。这太今天太有机会，今天我要约他赢不了徐昕啊，以后我看他很困难。对，机会好球，你看，对，看了吧，挑这个轻挑直线这个球啊，对，徐昕。想往那儿跑，蹬了半天还在原地呢，没动。你看，他往上跑了，他那腿不出路了。是啊。哎呦，这球啊，看，这就给你拿下来了。哇、哦，这就发了一个侧上。哎，这个球怎么不发力呢？这个球就怪怪的，这个球。他应该发力。直接上去就，简直他这个球轻轻的拖了一下，拖出去了。好球，这球好，哎，哈哈，打出那种感觉来了啊！我看观众，现场的观众看的也很过瘾，哎，有意思，有戏剧性，哎。好，看看啊，哎呦！这球，哎，这球和打在板边上过来一样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球好像就是没有打在海绵上，直接就打在板边上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全是靠那个鞭打力量。对，手腕的鞭打力量。哦，这球打神了，这球。哦，这球有点发长球，有点怪怪。这球发长球。而且他这个长球也没有什么旋转，对呀、啊。你要说突然性方面也不是特别干什么，你这样以后来讲，你不就，而且这个球你就过去，你也是个被动球。而且回过来自己感觉还也没有完全的准备，准备好。哎、这个球坏了，我觉得有点，好球、哦！这俩人今天有点都有点哎有很有意思的，你发完长球，我再发长球，很好。还好，嗯，就这样打比赛才有意思，对吧？你不能说你都算准了，我没算准，那你就七分制比赛打到十平了、哎，确实很精彩。好，一个擦网，一个擦网，啊、哎呀，哎。这个球完了，球有点下滑，拉起来就总是抓不住，手再有一点劲儿就能抓住了，就这种球，对，手再有点吃的再深一点，这球就把球拽起来了。好，看看啊，看看徐昕，漂亮，哇，这个球漂亮了，这个球，哎呀。看这个球就是打得非常的清晰，对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球，一个半出台拉起来，摆个转以后过来侧个身来以后一个撇的那种反拉，对，而且力量还巨集中，好，哦，有意思，这个比赛打得很有意思。哦，漂亮！哎呀，这球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好像这个严安打完这个球以后，这个球从高处一过来以后啊，一看这球啊，咱们看看慢镜头，很好。哎，他好像是不是个灯光的事儿？他有点摇眼还是咋？顶他一下，你看他没有撤回来，对，他应该往后先撤半步，然后再往前压。哎，这个球是个大机会，太可惜了。漂亮，太好了，今天
我觉得延安坚定了必胜的信念，对，就是这个信念，我非把你干停。这个时候延安就没退台，明天看到许昕退台之后，打上两三板之后，就这个劣势就非常明显了。你看那个谁，对，你刚才看延安的表情，哎呦，那真是咬牙跺脚那个，非常坚定，哎，对，要证明自己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嗯，好，又发这球，好，又发这球。漂亮了，这就今天打出欲望来了。你看这拧拉上来一个一个爆拉，你看腿里球爆拉，一点反应没有。是啊，出手太高了，这个质量太高了。我觉得今天延安真真憋着劲儿，对，非得有个爆发不行。有了，哎呦，这徐昕这一下子，你看啊。确实是高手，对呀，真不手软，真不惯你，对呀，过来以后你拧拉完了，我接着给你反你个来讲，你看这是抱拧抱拉一个直线，三比三，七平，打七分的打十三分，哦，好，基本上就徐昕基本上就以白短为主，对，白短以后就刚才就入得很对，拧他。哎，就长了，有了，注意，哎呀，这个球，他就是这样，又能打出非常尖端的球来。有的时候，你看输这些球，你包括刚才有一颗高球也好，包括这一颗球也好，那咱们觉得这个球到手的机会了，哎，这有时砰一下就，确实是这球有点遗憾，有点遗憾，太可惜了。看看下一个球能不能再助延安一臂之力啊！再来，好球！哎呀，延安这球拉过去了，好，哦，延安又来机会了。对，质量很高，而且擦着比贴着网。哎，他一只要一落后一分以后，他就反拉他。对，哎呀，都反拉的非常，非常流畅。哟，哇，漂亮，上，漂亮，再上，拉着白手，哎呦，这个擦边，哦，但是这个球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慢动作，这擦边，哎，这个球没看出来，来这一板，再下一板，再下一板，你看这球，看了啊。看有擦边，因为从那个角度上，它不可能是下边，对对对，你知道吧？确实是，对。他如果从徐昕的脚右正手位，他有可能；但是从反手位的话，他不可能。这个球肯定是有人示意啊，可能说是想擦一个侧位，因为乒乓球规则它侧边是不算得分的这个事儿。但是正常来讲，我们从这规律来看，它是不太可能。对，他不可能从那边再绕回来。对。但是没事，这对于延安来讲，这也是个考验。考验，考验，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很好的考验。这也是运气，没办法。对。好，看看啊！哎呦，这个球今天延安虽败犹荣，对，我觉着，在我心里他赢了。对，我觉得最后这个球质量非常高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咱觉着啊，徐昕那个今天许昕啊没有，但是许昕到最后出状态了，真拼了。对，但是这个延安打的确实好，但是有些球吧，现在看。